啊？烤鸡吗？是什么呀？哦，我写上来吧。白切鸡。你过年觉得最有代表的一个东西？因为广东一般过年或是上香，或是对，因为在广东过年的时候，或者是很多大节的时候，都会那个用鸡来做那个祭典或者是祭拜或什么的，对，所以说但我们广东过年的话，最具代表性就是鸡鱼鸭，对。你觉得你和那个孟佳的谁的画风更好？这不用想，肯定别人画的好。对，在新的一年吧，好像这句话每天都在录，感觉每年过得都很快，因为，所以还是那句，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最主要是身体健康，对吧？爸爸妈妈有时间多陪陪他们，家庭幸福美满团圆。